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东子，今天给大家整道硬菜有啊！多硬啊？钉子炒砖头别闹别闹，那玩意儿吃完牙受不了。整一道还是咱们东北的特色菜，酸菜炖粉条。你切肉吧，我把酸菜给它洗了。不了，去吧。兄弟，这些酸菜够用不？必须的，必须的。这酸菜比那天的味儿还正呢。是吗？嗯，老香了，闻着点儿老香了。了，啊，哎呀，手都捏红了。又给大家展示刀工了呗？没有，这算啥刀工？这切点配料嘛，葱姜蒜呗。必须的，这家常菜离不开这玩意儿，特别是这蒜，我跟你说。今天我掌勺啊，这准备起锅烧油了呗必须把肉先扒拉扒拉。？OK，扒拉扒拉。下配料，懂得这电磁炉就是没有家里边煤气灶好用。是不？嗯，我来的慢。慢，给它再扒拉扒拉。把酸菜下里头，主菜这是，这玩意儿吃油，是不？嗯，对，这个油得稍微大一点。这配大米饭，我最起码能吃两碗，是不？嗯，多吃两碗大米饭。我也好久没吃这菜，你多长时间没吃这菜了？一般咱们家那边都是冬天才吃这菜呢，是不？嗯，反正也好长时间了。差不多了，再加水炖它。炖它，盐、鸡精、十三香搞里头。弄俩八角，提前泡好的粉条给它下里边，再加把蒜。扣盖开炖，得炖多长时间呢？炖个10分20分的，这玩意儿越炖越香。是不？嗯。那我给小七整点饭，他也得吃饭，然后一会儿他又馋了，再整点。来，小七过来。2勺。小七丁丁瞅。再给你加个罐头吧，行吗？咦，你看，还穿弄一下，怎么事儿？香香，这玩意儿真香啊！闻闻都想吃，太香了。你跟着他过来，坐好了，一会儿不给吃了啊！坐好，坐好，等着，哎。吃吧，小七。调蒜汁儿，蘸肉吃。必须的，灵魂这是。全威了。必须的，相当哇塞。看着都得劲儿，酸菜也差不多了，出锅了呗。出锅，真香啊！哎呀，兄弟，肉是不是放少了？有点少啊，是不？看不着肉呢。菜来喽，满满登登了。哎呦我去！
盛点饭。来，兄弟开吃。OK。兄弟，你尝尝，尝尝咋样？来，我尝尝。我来口汤。我得先尝个肉啊。蘸点小料汁儿。嗯，蒜这味儿真正。是吧？啊、嗯。赶紧蘸蘸汁吃这个。不行啊。我来块肉，学了，多吃点肉。兄弟，咱正整的话，咱得胖啊！最近那菜太硬了，这伙食啊。啊，我也喝汤，尝尝汤。哎呀，还是液，有点液，有点鸡零液，有点液，有点液。好吃。哎呀，好吃。太到位了，咱说。哎呦，烫死我了！哎呦我去！